大家有没有想过平平无奇的办公室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制造美食的厨房呢？一个内地女生靠着趣味十足的烹调方法，成功在短短两年间收获过千万粉丝，但在成名过后就竟然因为两个女童的突发事件，令她瞬间被大闹杀人犯。大家好，我是原子，今天我们就来窥探这件事件的来龙去脉。本集的主角原名是周晓慧，是一个出生在1994年现年29岁的四川女生。这个身高5尺2寸、娇滴滴的女生，当年就到在成都文理学院主修编导专业。为了增加工作经验，她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经老师推荐去了成都电视台实习。当时她全程参与节目制作的策划、拍摄到最后的剪辑工作，令她吸收了大量实战经验。而到了2016年，年约22岁的她终于正式毕业。之后她决心投身多媒体工作，还到了一间叫做洋葱视频的公司面试。聪明的小野顺利通过面试，正式担任了公司一名美食影片策划，亦开始成为了其后人所认识的办公室小野。正所谓民以食为天，美食无分国界，无论在外国定是亚洲，不同的影视平台都充满着美食影片，成为了吸引极大观众流量的主要影片类型之一。国外的代表有疯狂大胃王、Nicocado Avocado 和 Trisa， 而国内就有中国古风美食专家李子七。但当时美食影片创作已经在国内外兴起，而在众多创作者中脱颖而出并不是易事，所以需要有与众不同的想法。经过多番试验之后，小野和当时的拍档决定以自身的办公室作为拍摄场景。事实上，办公室场景在一方面有着极大的辨识度，更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其次，平日无聊没趣的办公室和创意新奇的影片形成强烈的对比，反差感更加容易制造频道的独特性。在2017年1月2日，办公室小野发布了第一条影片《汤豆烤肥牛》，而在两个星期之后再上传了《光管烤肉串》。这两条独特创作风格的影片上传之后，逐渐得到了内地网民的关注。不过令频道火速走红的原因，就必定是2017年2月发布的《饮水机火锅》，令小野微博的粉丝数量由3万人急升到28万人。当时这条影片疯狂地收获了1亿观看流量，令小野获得了中国第一美食网红的称誉。而办公室小野的母公司更加在同年的11月得到了新浪的天使轮融资，令团队扩大影片制作的业务。在受访中，小野坦言对频道走红的过程略感意外，刚刚开始纯粹是为了好玩自己吃，后来发现社交网络上很多关于美食的频道节目都是一本正经地教你做菜，觉得太过没趣味，所以干脆就将影片录低传到网上，冇谂到就咁就爆红。凭住独特嘅创意，饮水机火锅、针织即食面、糖豆蒸包等一系列新奇有趣嘅短片，好快就获得咗众多海外粉丝嘅喜爱。当时佢喺微博上有819万粉丝 ，YouTube 有744万，抖音有2500万，而影片观看量总计甚至超过16亿，令佢一跃成为咗 YouTube 排名第一嘅中国网红。由于在短时间内获得咁惊人的成绩，所以小野不时受到邀请参加国际活动做现场分享。年纪轻轻的他起初好惊公众演讲，一开口就会面红，但为了更自信地和外国观众交流，他下定决心恶补英文，最终练成一口流利的英文。努力过后的小野一点都不怯场，全程用英文作出生动有趣的演讲，令越来越多外国的观众记住他。在这个时候，正面积极的小野正踏上事业的巅峰，但边个都估不到，一个又一个创意万分的短片背后，竟然有一种恐怖的意外正在酝酿着。时间到了2019年8月22日，即是办公室小野发布第一段短片的2年半后，一件事件引发了全国网络的哗然。一对居住在山东省梁新庄的好朋友，同样是生于贫穷家庭的14岁初中女生周哲和12岁女童小雨，因为自制炮谷发生了严重的意外。根据他们的朋友和当事人后来透露，事件的起因是源于这两个女仔看了办公室小野发布在抖音的一条短片。在短片里面，小野准备了一个汽水罐，当中放了炮谷豆和糖，而下面就点着酒精灯。
在酒精灯的加热下，炮谷豆很快就变成炮谷。周哲和小宇都认为这个过程很神奇，于是他们看了其他创作者的短片来研究制作过程，也开始找原材料。在事发当日，两个人找到三个汽水罐，其中一个被剪了一个窿用来装炮谷豆，另外一个就做成一个架。不过和小野短片当中的做法不一样的是，他们不是直接使用酒精灯，而是以汽水罐自制酒精器皿。他们先在屋企的梳化后面拿出那桶被家人收起的酒精，然后将酒精倒入汽水罐，再放了一条扭成麻绳状的纸巾作为灯芯。当时他们第一次燃点酒精的时候，就没有出现片中的效果。两个人当时认为可能酒精太少，于是周哲拿起了酒精桶，准备再次倒酒精。但就在酒精未完全接触到汽水罐的时候，酒精桶突然爆炸，火苗迅速蔓延到两个人身上。当时意外发生的一瞬间只有他们两个人，其后才有其他人发现这件严重事件。在意外现场，所有人都手足无措。当时仍然清醒的周哲问身边的姐姐，我块面是不是毁了容？在事件发生之前，她是一个很贪靓的女仔。在这一刻，她望着姐姐，整身都很痛，但就没有流眼泪，故作坚强地说，我可以捱过去。可惜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被人抱住在怀内的周哲，五官已经面目全非，双手都因为高温变形，只能够伸直。在意外发生后十几分钟之后，救护车终于到达，将两个人送院治理。当时成身都焦黑的周哲被诊断全身皮肤 96% 烧伤。在入院的第一日，医生就跟周哲的家人说，不要救了，否则人财两空。我们从来都没有接过这么重烧伤的病人，只能够尽力，但即使救得回都是重度残疾。不过家人仍然抱着一丝希望坚持治疗，但很可惜在14日后，周哲重伤不治。而另一个女生小雨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面和手部都严重烧伤。在这个时候，这两个女生的父母都认为抖音平台和办公室小野应该为意外负责任，希望这两方可以作出回应。但究竟办公室小野会怎样处理这个重大的危机呢？在事件发生之后，小野一方一直未有公开回应。在三个星期之后，小野终于打破沉默，发文表示，过去这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我无数次祈祷奇迹发生，但是一个14岁的生命就此陨落，我心痛惋惜，痛苦万分，承诺会帮助周哲的家庭和小雨后续的治疗。不过他亦同时澄清，他们的意外绝对不是模仿我的影片。小野指出，汽水罐煮炮谷不是他独创，根据他的理解，这两个少女是应该学习其他的教学影片，因为他们使用的是网络上较常见的方法，以汽水罐作为酒精的器皿，而小野他自己就改良成为较安全的酒精灯作为热源。由于他起初认为自己的影片没有牵涉在这件事里面，所以他没有第一时间出来回应事件。同时，小野就安全警示不足道歉。他坦承，虽然他的影片有加安全警示，但就没有警觉这些行为会被小朋友模仿。他表示，对不起，我错了。他指出会重新审视过往拍的影片，将有安全疑虑的影片下架，而频道将无限期停止更新。对于已经不幸离世的周哲遭遇，他表态愿意提供一切能力所及的帮助，如果对方提出起诉，他会完全尊重法律，配合调查和裁决。另外，他亦同时感叹，在排山倒海的谩骂中，除了有人认为他是杀人犯，网上更加出现他的恶搞遗照，就连小野的亲人都无一例外，同样被广大的网民问候，甚至有人诅咒小野将来的小朋友都会遇到案中不幸女生相同的遭遇。而离世女生的家人亦承认自己肯定要承担责任，因为他们确实没有做好安全教育，但是他们最不能够接受的是网友闹他们的女儿，因为她只是一个小朋友，不懂得太多防火安全的知识。不过他们就指小野团队在发布这个澄清之前没有跟家属联系，同时在周哲出事之后，家人曾经两次向抖音查询，但对方都是以官腔回复。而小野团队亦迅速在各平台删了那条爆谷短片。在这个时候，社会出现了不同的舆论和分歧，大家都在讨论究竟谁需要负更多的责任呢？
这件事件爆发之后，在问答平台知乎上，一条关于这则新闻的讨论有800多万浏览次数，在将近2000多条的评论入面，一半以上的人都认为责任应该由小野的团队承担，其次是女生的父母，最后是影片平台。当时网络上有一种声音认为，影片是公开的，家长监管无方，不应该怪责创作者。而在小野的澄清贴文入面，大约40多条评论中，大部分都表示支持小野。有人认为小朋友为什么会在有高浓度工业酒精的地方玩，这个是大人的责任，不通行路跌亲都要怪人？小朋友都14岁了，唔通冇安全意识嘅咩？同时有北京嘅律师指出，呢次意外首先要负责嘅系家长，佢哋作为监护人应该履行监护嘅责任，保护未成年嘅仔女安全。虽然痛心女儿好令人同情，但喺法律上家长仍然有主要嘅责任。相反，另一种声音认为，抖音同埋小野办公室作为影片平台同埋发布者，加大了影片的传播力度，同样应该为影片带来的严重后果负责。的而且确，在小野发布的影片里面，酒精灯是常用的工具，加上在这些影片里面很少有明显的危险提示，即使出现相关的警告，时间都是2秒左右。而小野在事发后在微博首次发布的回应中也都提到，虽然他们的影片在拍摄过程中有消防措施，也都有专业人士监督，但这些预防措施没有在影片中表现出来。虽然在事发后小野已经删除了平台上不少的影片，但仍然保留了部分带有潜在危险的影片。事实上，在意外发生之前，小野曾经在多次公开场合中提到拍摄影片出现的意外。他表示公司曾经收到消防队的警告，声称接到举报指小野在办公室内多次使用明火，除了有违法之嫌，还存有重大的消防隐忧。另外，小野亦曾经在2017年指出，他之前因为拍摄影片而发生意外，在拍摄手心烤鱼的时候，因为未能够控制火势，他将自己的眉毛、睫毛、头发都烧了一部分。虽然已经做过很多次实验，但正式拍摄的时候还未能够安全完成。除此之外，小野所发布的影片都是经过后期的加工和剪辑，在播放的时候很容易会误导观众。例如一炮而红的饮水机火锅影片入面，他所采用的方法是将电线进行交缠，导致短路，从而产生饮水机煮热的效果。但这种做法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引起火灾。当时中国的政法大学副主任朱毅都认为，小野团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为了点击而去做这种危险的行为，明知道可能会令人模仿，他这样做一定有过错，但这个过错的法律责任怎样认定呢？而最后，影片平台也被指需要为事件负责。有人认为，对于播放量较多的影片，平台应该有相对更高的审核义务。虽然首当其冲的办公室小野已经将有安全隐忧的影片下架处理，但其他频道内容相似的影片仍然随处可见。在这个时候，面对这么重大的公关灾难，小野团队又怎样面对受害人家属？而他们之后又能不能够继续进行创作呢？在爆炸事件发生后大约4个星期之后，小野的团队来到了山东，同不幸去世的女生周哲同埋受伤的女孩小雨的家属见面协商。团队表示，无论哪个啱哪个错，他们都会对家属提供人道主义帮助，给家属吃穿不愁的经济援助。在第二日，两个家庭同埋小野一方签署了和解协议，合计取得80万救助金。而办公室小野频道停止更新1个月后宣布重新拍片。当时小野在微博发布短片，道出自己的感受。他坦诚情绪一度崩溃，形容过去1个月是人生中最难挨的一段时间。面对四方八面的批评和咒骂，他有时候会陷入自我怀疑，宁愿删上手机，拒绝接收任何资讯。更加成日反省到底要不要退出频道。他直言当时才发现自己的内心没他想象中那么强大，甚至每晚失眠痛哭。但在粉丝的鼓励下，他仍然决定继续拍片，带给大家欢笑，更会研发一些新形式的内容，但提前要严格遵守消防安全。他又指自己会参与更多公益活动，做好榜样，期望观众可以提醒和给予意见。在半年之后，即是2020年3月，
爆炸事件在山东开审，法院称需要追加办公室小野为被告，而小野的团队就回应当时三方已经作出和解，现在觉得有点诧异，不过其后就再没有出现有关官司的报道。时间到了2021年11月，小野公开了个人最新状况，在经历种种的风风雨雨之后，小野宣布结婚的喜讯，还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在海边的结婚照。当时不少网友都纷纷留言送上祝福。除此之外，经历这件这么严重的意外之后，小野在各大平台的粉丝数目竟然不跌反升。在公开分信的同年，小野办公室的 YouTube 订阅人数突破1000万，而截至2023年5月的最新数据，小野在 YouTube 上的订阅人数已经高达1290万，在 Facebook 亦有500万人追踪。但相对于以往长约6至12分钟的影片，自2022年年初至今，他们的团队改变策略，专注在节奏明快的短片，长度维持在1分钟内。而根据原子的调查，单单是 YouTube 的一个平台，频道在2023年5月亦达到了5500万单月浏览量。就以最新的浏览量来看，办公室小野可以说仍然是世界级的频道。近年网络影片平台发展蓬勃，使用者可以随意收看成千上万的影片，更可以参考创作者的做法自行尝试。那你又有没有试过模仿影片的内容呢？虽然有些影片的确提供了实用的资讯，但亦不时传出青少年因为模仿当中的行为而受伤甚至丧命的新闻。而在这件爆谷的事件里面，这两名山东少女遭遇到的意外实在是非常不幸。但受影响的不单只是受害者一家，内容创作团队还引起了社会大众思考影片内容对年轻人的影响。那你又认为在这件惨剧里面所牵涉到的女生、家长、小野团队、影片平台，哪个应该负上最大的责任呢？